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轩。我今天起来，然后我就收到我的礼物，是那个我的善意公仔，它超大一样，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大个五倍吧。我收到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惊呆了。我们就来一起开箱我的礼物吧，走吧。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哎，然后我刚已经把里面都拿出来。咩？哎，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。我天啊！我先把东西拿出来，顺便检查个那个日文刀。哇！哒啦哒哒哒哒哒哒，先把这都收起来。里面还有附了一个那个，它的造型的卡，所以其实我们等下组出来会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完成了，这就看要摆在哪里好了。哇，好帅哦！那我带你们看一下我刚才拆下来的。做的东西真的有点多。这个就是我们拆开后的那个石子底座。你谁？月亮。这个是可以亮的。然后再是就是屋顶，然后还有一些破碎的房子的零件。这就是呼吸法的气息。再来就是善意本人。那一本超帅的，天！再来就是他的雷之呼吸闪电，这是轮刀也是超精致，而且很有重量哎。这个应该就是前面放的那个牌子，然后这两个应该就是支撑这个的。这个是蜘蛛网。做得很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来组装吧。怎么弄啊？就踩在这上面啊？怎样？可能那个就是在。Many minutes later， 是这样啊。对了，这就是这样卡上去的，有没有？第一片完成，第一片完成。等一下，还有旁边，这门是怎样？这样吗？是吗？干嘛呢？哎呀，是这样子啊！对啦，白痴哦、喔，很笨哎、欸。是这样吗？好像这样。哦，是这样，对，就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组模型组 GK 是一个学问哦。突然间找到一个吻合的，有吗？这边是怎样啊？很危险呢、欸。这是这样吗？还真的哎、欸。我发现一个小零件，然后插在一个超级无敌不起眼的地方，我傻眼。我遇到了困难呐、啊！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该不是这吧？哦，还真的是这哎、欸。终于。
我天哪、啊！我天，我天，太夸张了。这个是这样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是这样。好的，那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有人要给月亮位置吗？这要放哪边的？这要放哪边的？告诉我啊！我不知道这放哪里耶，怎么办？那看起来很重，它看起来就是应该要在这个底座上的。哦，我看到白痴了，我先装这个。无聊，笑死。OK， 稳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再给它砍上去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哎哎，这个屋顶不要有乱动哦，注意一点。你这个屋顶坏坏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我慢慢成型了哦。哦，哎，它那个磁铁就还蛮方便的，其实。那这个刀要放哪呢？这好像就这样哎。那这个刀好像就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刀自己就是拿来放的吗？这样吗？那这个应该单纯是拿来就是给你自己收藏的吧，应该是吧。然后这个日轮刀应该也是就是可能给你自己收藏的吧，但是它有附一个贴心的架子给你，所以就是日轮刀这样。那可以给你们看成品了，来吧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分享留言让我知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